I saw a sign out front. Help wanted. 讲述一位女子到太平间应征当助手，碰到高大又恐怖的馆长师所发生不可思议的故事。因应农历七月鬼月到来 ，ANC 电影台安排一系列令人抓狂及血脉喷张的电影，邀请大家共同观赏别出心裁的撞鬼电影。It is our task to listen. So these are all stories about how people died.Everybody sit down on the floor.喜爱美国经典电影的观众也不寂寞。ANC 电影台自2024年起陆续播放全球影展得奖佳片，以及好莱坞巨星隽永巨作。除了带观众回味各大巨星的经典之作，也引进多家知名影业的独家内容。举凡索尼、环球、狮门等众多好莱坞电影同步带给台湾观众收看。ANC 电影台更规划亲子电影，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同观看。Prison. Learn to share. How about a kiss? I'd love a kiss. I think she's talking to me, and I think I can handle it.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，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，中加宽频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，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递补，其中第69台 ANC 电影台是美国有线电视频道，目前为 ANC 电视网所拥有，主要以播出美国经典电影著称，未来也将持续与有线电视合作伙伴深耕台湾市场。开启更多国际影视业务，并进军国际市场，为台湾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，让台湾观众享受更多高品质的节目内容。敬请锁定第69台 ANC 电影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